你看应该一只一只大蛇下去，说它是不是在点心而已，说是嘴巴先开了，这叫大自然吗？不动我啦。哎呦，有哦，哎，真的，它真的咬着哦，因为我有看到它咬。有没有看到它在哪？搞嘞！哎呀，它就真的咬走了。我就刚好看到啊。我看不到是那个吗？你看它抓着那只小猴子。那个吗？看到吗？那个。对啊，现在是在是那些猴子想办法。那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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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那它抢回来了。它咬一只对呀。可以回去写。那如果它掉下来是就跑不回来。那边呢？就在那边啊。因为公司在看戏。正前方，正前方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好像是。那屋顶那边听到他，听到他，他就是追啊，就把他放掉了。我觉得他们是吃饱了，不然他就马上把它碎掉了。那我看到了，看到那个野外的，野外就是五个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国外呢，国外呢，国外啊，嗯，野外就是五个。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动了，不是吗？你大多人家看伊，伊只够重。他真的有咬。小没了啦！哎，它在吃，要吃。你看小猴子，看，你看。它咬它。咬完后，不是咬近了，它又近了。哎，小猴子还会动。残喘的最后力气而已。这里。一定吃掉的啦！那它是在不会的状态之下，现在只是想要存完。对。蛮咬到的。你在野生的话，你会不会怕？怕。那这样还看？他昨天怀在一口。他一直在舔。优秀，这时有他有在动，他有在动，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子。好了，我要下去了。好好好小，我先从尾巴吃起，不要再啃尾巴了啦。有动，我看到了。不玩嘞，叫不玩。他吃肉吗？